平安。哎，耀总兄。哎，哎呀，你们走慢一点。哎呀，今天天气可真冷啊！后天就是小年夜了，过年不冷像过年吗？哎，这大过年的冷不要紧啊，哎，还是必须有点气氛的。哎，小心这些藏文一晃。哎，哎呀，没料到来社团要造神像的人这么多，这已经是第三次逃逸了。嗯，啊，大概是景气不佳，来求保佑的。年关又到了，不好过呀。求保佑也好，要画像也行，反正文昌社有富户出钱撑着，咱家没钱就出力。你看，当初有陆隐元、华广文，还有于都你、冯炫啊，对了，还有你这些开山始祖啊。哎，他呀，喜欢人家叫他良辰。哎，他毛病多，整天就想着科仲，想做个良辰。哎，于都这两个字不是很顺畅的吗？说不定啊，还会帮他改运呢。哎，万子兄，你刚才说开山鼻祖里有冯炫啊？是啊，我说幸亏有你和冯炫这些人弄了个文昌社，这可是大功德一件呐。当初哪有冯炫呀？哎，净瞎说。可是现在，当初哪有冯炫啊？哎，良辰，瞧你小心眼儿的，文昌社能有今日规模，冯炫出来不少，你不能不承认吧？你看，社里文物鼎盛，人才汇集，影响所及约没有百里之遥吧？所以钱可骚人多会于此啊！得了吧，净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哎，一个个谁不是寒儒啊？哦，除了冯炫，他呀，只不过是依靠祖德罢了。哎，你看这个不讲理的，这个你一提冯炫他就敏感。什么人？我说现在文昌社需要冯炫，说错了。请先生写个家书啊！今天不代写家书，其他的代写对联和皇书，啊，甚至诗词都可以。您需要写什么？好，那就帮忙写个对联吧。哎，好。哥，人还不少嘛！啊，你不是回来了？哎，回来了。李先生，你呀，灶王爷帮你隐瞒这件亏心事，恐怕不妥吧？那这个，哎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劝你啊，还是照直说。云云，这话题不要扯太远了，你去安排一下我要准备的节目。哎，知道了。这天都快黑了，你到底安排了没有啊？老早就安排耀祖和王拓文他们了。那你赶紧去找找他们。哎，好。拓文兄啊，哎，那天事情怎么样了？冯炫他一直在追我耶。哎，他们三个不是去取文具了吗？哎，他们回来了。咱们这东西摆哪儿啊？摆这儿吧。哎，好，摆这儿。你说啊，就有这么一点点的小事情，还有三个人一起去，是于都要求的。这要是让冯炫他们知道，这两个人不又闹得不可开交吗？这两个死对头，哎，仇恨心这么深呢、啊？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们要写对联，过来。哎，哎，我说，你们找于夫子写诗词的到那边去啊，于夫子回来了啊，待会儿。七叔，你去告诉他们，今天我们这儿来的人多，没有时间写诗，只能帮他们写一些对联，还要给祭灶用的皇书，其他服务一概停止。哎，我说总管事，你让我给谁说去？黄耀祖和于都他们呀，快去快去！写皇书的纸呢？哦，在这儿。哎，文仁兄。你看能不能借我一点银两啊？哎呀，玉兄啊，老实说，人说救急不救穷啊。你已经借你两次钱了，你都没钱还吗？美人兄，你要是不借我，这年关都不是怎么过了呀？这，哎，美人兄，你就帮帮忙好不好？哎，于夫子，帮忙写首诗吧。
于夫子，请您帮忙写首诗吧。哎，好好好。好，各位大爷先生们，本市总管事冯宪先生宣布，今天时辰不早了，我们今天呢只写对联，以及给灶王爷写皇书，其他的写诗词的服务一律停止，还望各位多多包涵。哎，耀祖兄。耀祖兄，哎，什么事儿啊？人家这么指示你，像下人似的用你，你怎么就能忍耐呢？哎，这不是他少爷做惯了。哎，如今这文昌社若不是他拿钱维持，就凭你我们，谁有钱呢？我走了。哎，耀祖兄，这说的这金钱，哎，你看你是不是能够我想？不行，你钱账至今未清，我还等着你还呢。哎，耀祖兄，啊，我要的钱不多呀，我这是要为了过年的。哎，嗯，抱歉，我实在无能为力。哎，耀祖，哎呀。还有三天就过年儿，我也正愁钱呢。哎呀，梁辰呐，我想规劝你一句。你放眼望去，这里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你。哦，你低个头认输，哎，忍耐他一下，不就都过去了吗？啊？总管事。哎，可以开始了，啊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现在人倒的差不多了，开始吧。好，哎哎，请各位父老兄弟注意了，哎，耽搁一会儿啊，耽搁一会儿，来来来，耽搁一会儿。明儿要过小年了，给大家拜个早年了。在这个年节里，每个人家是欢欢喜喜过年呐，但是也有很多困苦的人家，他们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。咱们县里榆树乡就有这么一户人家，因为灾祸连连，痛不欲生啊。啊，孩子来。来来来来，哎，请大家让一下啊。来，站在这儿啊。所幸这户家门出了一个孝子，因为他的孝感动了上天，才获得了很多仁义志士的帮助。这其中有我们文昌社的冯宪先生。这孩子姓金，在今年大涝的时候，眼看着受伤的父亲沉入水中，他奋不顾身跃入洪流。后来自从咱们文昌社冯总管事知道了这件事以后，就义不容辞，出钱出力，还特此为这一孝行做了首诗。现在就请冯炫先生公开这首有意义、赞扬孝道的诗歌。逢人就炫耀。哎，他为什么总是玩同样的把戏？玩得挺起劲儿，一点也不腻啊。天地无经纬。本人要是有钱，比他还会玩。哦，好了。哎呀，手臂都血酸了，刚好他出来耍宝啊，嘿，我们也落得个清闲。冯炫啊，嗯，逢人就炫。哎，他的父亲可真认得清楚啊，从小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合适的名字。哎，很有远见的呀啊。哎呀，甭理他了，我们还是分门别类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吧。心寄于命间，念不忘忧苦，达兼济天下。哎，你们看，嗯，穷独善其身。这不是京城胡开文的墨吗？唯有人这么贵的墨都捐给我们了。嗨，有钱啊不一定识货。嗯，
用这种墨来写对联太糟蹋了，不如我拿几块一般的黑墨跟他交换一下。这可不行啊，这公物不能追人私有啊，更何况值钱的东西，这设置是明文规定的。谁说拿了，我可是说着玩的。这真是日落豪门鼓角鸣，风沙滚滚人烟绝，今夜不知宿何处啊。啊，狗屁不通，还日落豪门鼓角鸣。哦，把自己家比如是豪门呢。哎，现在的人越来越不知道耻是何物了。行了行了，我写对联去了啊。总管事，您昨天晚上吩咐的事我都已经办好了，对方无异议都答应了。你确定了他们不反悔？给的条件他满意，都答应了。嗯，那好，等事成了我分你一成。哎，你刚才跟他们在一起交头接耳的都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你狗屁不通。去他的！哼！哎，嗯，林寒兄啊，你看能不能借我一点碎银两啊？哎，良辰呐。请你务必包涵，不是我小气，实在是就剩这么点钱了。哎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，我得好好谢谢你。要是没有这些碎银子，这年我真不知该怎么过呀。来，到处伸手，再大的学问，再大的本事，不过如此。梅娟啊。啊，是相公回来了。啊，怎么，你们还没吃饭呢？你说要等你回来吃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啊，今天啊，文昌社里要写皇叔的人很多呀。良辰，你看，这幅灶王爷神像漂亮吧？是陈家大媳妇送给我们的。哎呀，我饿了，吃饭吧。啊。来，来吃饭了。我来吧。来。哎呀，梅娟啊。啊。我从社里啊，也带回了一些灶王爷画像。啊。咱们家缺的不是灶王爷，而是这个。这幅画像是他相公从京城里带回来的，听说还是烧著名家临摹的呢。一个灶王爷画像还讲究什么名人不名人？这要看他老人家会不会保佑你。如果呀，他只保佑那些无德无才、欺世盗名之人，哎，而不顾天下。别，不可亵渎神明。女儿，饭都凉了，你吃一点啊。菜凉了，快吃吧。良辰啊，明天到市集买只鸡回来吧。啊。哎。是那只花的呀。哎，便宜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拿了一只老母鸡啊？我要的是前面那个小母鸡。瞧一瞧，瞧一瞧。哎，我包子。哎呀，不是这只黄的，是花的呀。
不过哎，这个黄的也行啊。先生，雷会抓了五六只，你到底要哪一只啊？我要的是你前面那个花母鸡吗？那，哎，单位，快看喽！多少钱呢？360万。哎，不是说好了310万的吗？310万是那只花的，这黑的360万一个都不能少。那我还是要那个花的比较合适。哎哎，真是没完没了的，干脆白拿算了。哎，我，哎，别急，哎，别急啊，黑的好，别急啊，黑的好，我还是花的好，真是真客气。我给你急啊，哎。我的钱袋不在了，钱袋，我的钱袋不在了呀！有贼啊！我的钱袋没了，你们看到了吧？哎，我的钱袋没了呀！华藏净宗学会在这个节目中要为您述说一个古老的故事，这故事在咱们民间已经流传好几百年了。故事的主人公姓于，名都，字良辰，是个穷困潦倒的读书人。因为命运喘恶，科考屡试不中，年复一年，他不但事与愿违，甚至遭到一连串家破人亡的悲痛历程。故事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个岁末，再过两天就是小年夜了。就这么点积杂，在重重挫折打击下的于都先生一时对前程深感无望，凛冽的寒风侵蚀了他的身子，更将他心中仅存的一丝暖意也驱赶走了。我还跟人家讨价。公元1521至1567年是明世宗在位的年代，人情志短呢，本来应该是皇帝主政，却任由权臣擅权，出现革权使专，朝廷内部发生党争，民不聊生，又因为多次爆发农民暴乱，平乱之后政局才逐渐恢复稳定，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。由于当时社会组成以农业为主，受教育的人少，人民普遍不识字又不富裕，每到年底手头紧缩，因此民间相传形容年是一种恶兽，不喜欢世人顺利地通过它这一关，所以称之为年关。因而不如意的人是否能撑得过去，往往就考验他们是否体认因缘聚散、果报相随和本身意志的力量了。哎，客官，要乘船吗？几文钱？10文，一个大子儿就够了。哦。坐稳了，开船喽！放手，别把他给掐死了。没事吧，老爷子？哎，你又跳！老爷子，别这样，别想不开呀！过年了，别这样，老爷子，别想不开，老爷子，怎么了？别想不开！我不是想死，我的菜篮子，菜篮子，菜篮子，那儿，菜篮子。哎呀！
好了。哟，豆腐都碎了，没事了吧？哎呀，鸡杂！哎，我的鸡杂丢了。不就是点鸡杂吗？既然丢了，那就算了吧。就是啊，就是算了。老爷子，老爷子，算了。哎，算了吧。哎，不值什么钱，算了。就是。来，慢点。来，丢了就算了。算了算了算了。老爷子，慢一点啊。来来。慢点儿，慢点走，坐下，定定神儿再走。哼，看你这个人颇有气质，是读书人吧？啊，感谢你老救命之恩。哎，晚辈不影响你老做生意，告辞了。哎，慢走，我这儿啊，正好有点多余的东西，要赠送给你。希望你能用得着。哎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这使不得使不得，你我素昧平生的，这不行啊！嗨，什么使不得呀？收下就是了。哎，我看得出来，这菜是你们家过年的年菜，你都给了我，你们这……哎，对呀，谁说要都送给你了？咱们，哎，一人一半，不是？皆大欢喜吗？这使不得的，这，嗨，是个大男人，就别婆婆妈妈的啊！可是收下就是了。可是我跟，哎呀，这啊，不满意啊？我这东西里是一样荤食也没有啊！嗨。我们全家食素。哎呀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！哎，您别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食素好，食素好啊！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好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我收下了，我收下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不然的话，你们一家可怎么过年呢？你说，我们素昧平生的。这大恩大德，我如何得以报啊？这世上啊，有哪件事不是由素昧平生开始的？你瞧，咱们俩现在不就认识了吗？我是个粗人，啊，不太会说那个好听的，你多担待着点啊。哪里哪里。哎呀，今天呢人多，我得干活去了。哎，哎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贵姓啊？哦，在下姓于，名都，字良辰，乃一介布衣书生，今日连番受挫，一时想不开，多亏能遇到救命恩人，不但救我性命，还给我一家过年的年粮和年菜。哎，莫须真是感激不尽啊。哎呀，不知莫学如何感激才能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呀？哎，我还不知道恩人尊姓大名，该怎么称呼啊？啊？爷，我姓黄，下次有缘相见呢，希望你能事事如愿。啊，好，回家去吧。在下铭刻在心啊。敏儿，走慢些，娘眼睛看不见。娘眼睛看不见。哎呀，这快到家了，怎么觉得全身没劲儿了？哎呀，哎，这不是他们母女俩吗？
梅菊啊，梅菊啊，梅菊啊，敏儿，梅菊啊，别走了，你听，爹回来了。梅菊啊，啊，梅菊啊，外面风那么大，你们俩怎么不在房子里待着？怎么跑出来了呀？我给秦家送缝制好的衣服，人家赶着过年要穿的，计算了一下，你也该回来了。你也都忙了，还要操持家务，我真没用啊。你们俩就是我的唯一了。冰儿，你冷不冷啊？你冷不冷？杨晨啊，这孩子一直照问句回答，你这么问他，他怎么能回答你呢？杨晨，你还好吧？好。你怎么哭了？没事儿，风大，打了眼了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啊，那咱赶紧回家去。啊，哎，我烧了热水，过小年了，洗个热水澡，把晦气冲掉。好，对了，哎呀，你闻，哎，你闻闻，这姜菜多新鲜。哎呀，这味道真好。梁晨啊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的菜呀？哦，是老船夫送给我的。老船夫啊。为什么要送给我们这些菜呀？哦，他是一个摆渡的老船夫，我们萍水相逢，我遇到好人了。啊，走吧，哎，快回家吧。啊，梁晨啊，你买的肉呢？肉？你买的鸡呢？哦。这鸡我本来是想买的，可是这钱，哦，钱它不够了。昨天借的钱呢？借的钱在，可就是钱不够了。这少些货料，你叫我怎么做菜呀？哎，我这不是有酱菜吗？都是切青菜瓜果，光能吃青菜豆腐吗？哎呀，咱们可以多炒几个素菜嘛。哎呀，就算小年我们不过了，可灶神也得祭祀啊。这素菜不是也一样能够祭灶神吗？至少要供上一只完整的鸡，还要祭拜列祖列宗。你看谁家过年不祭灶神的？哼，你不要再提灶神了。哎，我们供他供了多少时间了啊？可他给我们带来什么了呀？啊，我们家现在是穷的是贫无立锥之地了啊！可是这穷不说吧，啊，他还让我们家破人亡，惹急了，我不供他了，我不跟他上皇叔了，可以了吧？哎呀，告诉你多少次啊，不要乱讲的，你看，你听，响雷了。哦，恐怕是要下雨了吧？哪有冬天响雷的？梁晨啊，啊，你还是到隔壁李嫂家借只老母鸡回来吧。啊，如果没有鸡，借块肉也行啊。快去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试试看吧。要是人家不给借，那就难堪了。快去试试看。谁？
什么人？晚上我们吃什么呀？不怕饿肚子啊？好了，来，慧安，新娘回家啊，走，来，走了。慧安，梅娟，慧安，梅娟，梁晨，梅娟，梁晨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慧安，慧安，你没事吧？我的儿子。这小车，我不是把他已经放下了？你在哪儿找到他的呀？是他自己走出来的。刚才我看见他了。你看见谁了？都13年了，我看见了我们的儿子。梅娟，你的是植物身体，这不是真的。啊！我也看到了自己。看到了过去年轻时候的自己。说什么？梅娟，梅娟，你那是太想我们的儿子了。我有时做梦也梦着咱们的儿子。来，咱们回去休息啊。不是真的，我不是在做梦，我是真的看见他们了。我真的看见他们了，我张着嘴说不出来话。我右手去抓，又抓不到他们，就好像梦魇一样，压着我不能动。梅娟，你那是太想小慧安了，你那是他，你怎么能看到东西呢？我怎么能不想呢？这么好的孩子平白的走失了。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，真叫我痛苦欲绝。好了，没事，没事。美娟啊，你看，今年供的都是素菜，不知是否怠慢了。灶神老人家应该知道，咱们家已经到了贫困极致了。我们这已经是尽心尽力了呀。是啊。
今至腊月岁末，特书皇书一纸，呈请灶君上君迂回33天之上，祈求为小民于都呈诉。于都一生为善，其努力向学，日夜不歇，与同生多人皆设文昌，惜字放生，戒淫戒道，行之有年。感叹前后应知七颗皆不中，子女九人仅存一女，为存18祝生后，家运随即坎坷曲折至今，哀求尊承承达皇天，愿苍天垂怜，降甘霖击救我等，愿凶恶为吉祥，但能得救，于是一家三口并感激不尽，叩首谢恩。今年的年夜饭可真特别呀、就当我们是菩萨的弟子，改吃素斋了。吃素斋挺好的，就是供神寒酸了点儿。不会呀、借了这么大一块五花肉，2斤多呢，够了。不吃肉，明儿不吃肉饺子。小慧恩不吃肉，敏儿不吃肉饺子。哎呀，这大过年的哭哭啼啼，你干什么呀？小慧恩，他只不过是在集市上走丢了。你不要总以为他死了好不好啊？小慧恩不吃肉，敏儿不吃肉饺子。就是不知道他死是活，才令人难过。如果活着被人凌虐，倒不如死了好。良辰啊，敏儿今天真是反常，一直嚷嚷着不要吃肉。你带回来的那些素菜啊，到底是谁给的？数量又那么大。别急了，你总不会到别人的菜园子里去摘吧？胡说些什么呀？